有有一种趋势的力量，它是不会改变。比如说，大家都希望半年线这边可以止稳，对不对？那我等下用加权指数给各位看。我说不是一个头部形态，啊，半年线要守。那半年线要守，那请问用什么守？其实我们看这个十十六大，你就很清楚了。今天还红的是电子类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跌的比较惨的是金融啊，像运输啊，金融是回撤半年线，运输是破底的。 所以很明显的说，你要让大盘能够止稳，一定是电子要跳出来嘛。那我问各位，那你电子要跳出来，请问是哪一种电子要跳出来？当然是 AI 嘛。所以如果一直有分析师跟你讲说 AI 已经走完了，我基本我只能跟你讲，他在这一波里面，他就干脆不要做了，因为我讲的很直白啊。电子股好，我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，你们这样看下去，现在我们加权指数是不是？ 这条红色的线叫半年线，要守半年线嘛，对不对？那最强的叫电子类股，因为它才跌破季线，它距离半年线还有一段距离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你说难道要去做运输类股吗？它破它破底耶，难道要去做金融类股吗？它来到半年线呢，当然不是啊。希望加权指数能够守稳在半年线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电子类股因为它是最强的。 那电子类股又以什么最强？当然是 AI 嘛。所以如果一天到晚跟你讲说 AI 不行的人，代表他这一波他就不会做了。我会讲直白一点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观众朋友们，你自己看,看，我画这张图，我礼拜一就已经画好了，我就说这边就是半年线，因为补了缺口了。那指标在低档，这里绝对是有手的。你们你們你们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，这里是有手的。那要做什么股票？谁能带你 AI 大反攻？ 我们已经讲了不止一天了，之前是讲技嘉嘛，对不对？而后跟你讲什么？跟你讲广达嘛。我我我做股票，我我其实你看我节目，我就是直来直往我就是看好 AI，那 AI 一定有领头羊。之前是技嘉，那现在是广达。为什么广达是领头羊？来，这一天就已经跟各位讲很清楚了嘛。 八月十一号，他把这长黑吃掉了，把缺口也补了。然后八月十四号怎么样？站上周月线，昨天跳空，今天收盘又再创新高，收盘创新高。那观众朋友们，他不是主流，谁是主流？照慢一点，你去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说他为什么那么强？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看一下，昨天的借券卖出又多了三千六百六十三张，当然融资有增加，但是他借券卖出又又多了。 我昨天还在节目中不断的讲，我说这个这个是一个多的一个方向，你融资固然要减，但是融资如果说增加的幅度是小于借券卖出的，反而它会嘎上去。我昨天还这样讲，那那你自己看一下广达，你看广达尾盘，你看这画面哈，你再看看我准备的资料啊，这个这个没办法造假，你看我准备的资料啊，这是广达上次涨了八十六点九八以后，从二七一直回档的过程里面。 那我们跟各位讲，你要特别留意广达，又要再攻了。我们这是最近给各位看，的，我说广达，你就是留意广达，对不对？我叫你留意广达，因为他回补了八月十号这个二五二三五到二五六的缺口嘛。哦，都已经跟各位有报告广达，你注意看啊。我今天跟各位报告广达的时候，我只画到二六零点五，不然我来不及上节目。 因为我资料要先印给你看，我说从二一零点五到二六零点五就涨了二十三点八八，它是有在涨哦，所以 AI 是不是要看广达？没错吧？你看，投信连续三天买超，融资有增加没错，但是它的借券卖出余额多了三千六百六十三张，所以它目前借券余额还有八万两千一百二十八张。你看投信这波做的多漂亮。 你再看一看尾盘是这样子拉的，哦、这个这个就最真实的嘛。因为我要来上节目之前，我刚刚还在连线，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先把它印出来。那时候高点是两百六十块五嘛，收盘是两百七十块。你说神不神奇？这个你们是看的最真切的，就就是这幅画，这幅画真的是很强。为什么会那么强？当然，头寸也有买，还有就是借鉴卖出余额的力量。 促使了他一路往上攻，啊、哦，那我相信你这几天有收看我节目，我已经讲得很白了，就是广达，就是广达啊，就是广达，我我广达也讲那么久，就是广达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来、哦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张图表啊、哦，这是广基啊，礼、哦、拜五的广基，我说量价不会同时到顶，对不对？量价不会同时到顶。 有没有？头信不断在买的一个情况下，他头信从六月二十九号就一直在买，然后借鉴余额是增加的情况下，今天拉到涨停板了我相信所有观众朋友，你们都可以当我的见证者。尤其是不管是在盘中或盘后，我几乎每一天都在讲广基。有没有？为什么他会那么强？ 当然了、啊，这个借券卖出也就看他不爽，就一借券卖出越来越多。我们还在节目中，我帮各位算成本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说其实很简单呢、啊、你把邮票这样移过来，你你统计到昨天为止，它均价是九十七块，都没有变。我已经这已经给你看好几天了，你可以很明显看，投信就一,一每天买，总共买了一万零九百九十张，啊、哦，买了一万多张，那今天就就就表态给你看了。 对不对？今天盘中一度拉到涨停板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你这段你在这一段期间要做什么股票？是不是就很清楚了？我超越巅峰节目，我股票不多，我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方向。两个方向，一个 AI，一个就是投信有买的股票，就这样子。那做还是以电子股为主，这样方向已经够明确了嘛？所以观众朋友们。 你如果不会做的，或者你被 AI 给蒙蔽的，因为我我真的知道有分析师一看到 AI 上来就跟你讲 AI 不行，那我不管，最起码你看到我的节目，我跟各位讲拉回就是买，为什么原因？其实你回去你把加权指数从一一类降一一个一个降，往往往往后推，有的到今天都还破底，目前最强的就是二三类的电子股。 它才刚跌破季线而已，那为什么二三类电子股会那么强？就是因为有 AI 的股票。哦，你不要，你你不要。如果说你们只做指数的，那另当别论。但是你希望大盘能够止稳的，那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就是要做电子，而且一定要做有 AI 题材的，或者是投信有买的。当然两者都有，那最好。那广基的基本面，我昨天还念给你听一遍。 你回去看我昨天的重播，我有没有在讲广基的 S I 六二四的 A I 这个？我已经讲过好几次。我昨天我还慢慢的念给各位听一遍。哦、oh,，你你回去看昨天的 YouTube，我是不是有念？我要念一遍给你听。我就说头金一直在买，一直在买。啊、oh,，我上次想说一百零八量价不会同时到底，你说的技术分析好不好用？观众朋友，我我我我跟各位讲了。 这不是我在臭屁的。我们当时讲说，这个高点一百零八，量价不会同时到底你。你你去看一下，我之前给你看的，是不是每天你都看到这个？其实很多人会喜欢看我们的节目，就是我摊在阳光下，就让各位来检定，什么叫做量价不会同时到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是它日线，这是它月线。 在底下叫量能，我放大一点。上个月的高点是不是一百零八？是不是近期最大量？近期的最大量又底部形成的话，是不是量和价不会同时到顶？所以一百零八会过，就是这一张。七月出现大量高点一百零八，量价不会同时到顶，这我讲的有够清楚，我相信观众朋友你都看在眼里。 所以今天广基的涨停是献给各位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我我觉得做节目就是做这样，我不会说因为大盘在跌的时候，我我怯懦了哈，我胆、啊、怯了，我抓不到方向，我就是很明确的跟你讲啊，你 AI 你可以看广达，那当然今天我有跟各位讲说，你还要看另外一档，因为呢今天他除夕，啊，我也说你要看好他，今天表现也不差。 啊、哦，光宝科今天表现也不差。当然，等一下我跟各位有个分析几家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的，一步一脚印，你就可以看到，投信喜欢买什么，那法人喜欢买的股票是哪一些？我相信，我说真的、啊、尤其是在今天呢、啊，我在一点的时候还在现场，及时在盘中我还在解盘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你不要神经错乱。 因为当时的指数大概还跌了将近九十几点，快一百点，我就讲说，你都已经看到 AI 电子股的 AI 这样拉了，你还一定要握有这些股票，或者是投信持有的，不然你会有点错乱。因为你当时在在今天一点的时候，我连线的时候我就讲，我说那时候指数还跌一百点，可是你看到那个技嘉、广达、伟创都在拉。 你如果没有这些股票，你又看到指数在跌，那我请问你，除非你的满手的股票你都没有 AI，你满手的股票你都没有投信的股票，那怎么办？你就会想，哎呀，今天因为跌啊，但是今天没有跌，今天真正强的就是 AI 这些股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百二十三块五毛，跟各位报告的见底。 我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哈，我我跟各位讲的股票，好，你你你你们自己看就好啊，你自己看就好。投信每天都在买啊，我就不用再多讲啊，投信每天都在，每天都在买，无时无刻不在买，就在买。我跟各位讲的股票就是投信有在买，它本身也是 AI 概念股。 今天的收盘的价位一百七十九块五毛，是近期的新高。收盘了、啊，以收盘价来看，上一次收盘价最高是一百七十八点五，对不对？今天收盘价是一百七十九块五毛，收盘价是创了波段的新高。我也，我也几乎是每天都跟各位讲这些股票的，我，对不对？你你这样看就好了。其实会不会做，能不能做，我已经不用再讲太多了。 啊，我不会说，因为跌下来我不讲，我还是照讲。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，其实，在股市里面，你真正要有一些想法。你看，我印的时候才一百七十八块五嘛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，收盘的时候又又又在往上拉，就跟你刚刚看到的广达一样。我印的时候离他收盘加了差了快十块钱左右啊。 那这个这个这个骗不了人的嘛，因为我说实话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每天一点固定一点连线的啊、哦，那我我我连线完已经是一点二十分，我要赶到这边现场来，所以我有些资料我要先印。但是我为什么我敢先印？我我我就是看好这个，我我我看好这个族群嘛，啊、哦，我看好 A I 个族群，我更看好投信买的嘛，所以我也不用改了嘛。 对不对？你再看一下计价哈，九十三块的计价，九十四块八的计价，一百一十一块计价，一百一十七块五毛的计价，一百三十五块五毛的计价，两百三十四块的计价，到三百八十二的时候，总共涨了五百三十六点八趴。我就这样给你看哈、哦，哎，我们用最快速度给各位 review 一下啊、哦，他这一天是填开。 八月四号那一天是除夕，那一天他用了三天的时间涨了二十二趴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一样每天给你看季家，我每天给你看季家，就算跌停我也给你看季家。那我要让你知道说，其实我我在今天印季家的时候，最高才三百二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说，为什么季家会那么强？他强的原因。 除了是 MSCI 纳入以外，是他今天又重新站上了周月线，这个是我来上节目之前我必须要先印的，不然我时间来不及。好，头巾昨天又买了，头巾昨天买了，债券卖出来高达三万四千七百七十张，昨天放空的人也蛮多的，我给你看一下机甲，你自己看。 三百三十四块五嘛，我印的时候是三百二十块，你看差了多少钱？我我都不用讲啊。主流就是主流，你现行上来看很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这有一个跳空缺口，向下的跳空缺口它补了，不是说补了就要往下走了，没有这样的，这你反而要看哦，看什么？哎、欸，它突破了、欸。 它突破嘞，这条线大家应该会知道吧，叫下降压力线。它突破嘞，你会针对一档股票所有均线往上站上所有均线之上，你说它是空头吗？不会吧，这技术分析能能能够这样子学吗？不行吧，对不对？你看投进昨天有没有买？买了一千四百九十四张，它为什么也那么强？我也是在跟各位讲，一堆人去借券卖出它，你你这个这边看到的就是借券。 借券一直在卖，一直在卖，它就一直创新高。看到没有，们？我的股票不多，那到底还有哪一些股票会继续往上攻的？我们下个阶段再跟各位报告。谢谢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，知识一点一点累积，创造财富，创造奇迹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各个类股啊，我花点时间。本来我。 不想要把时间放在，我们来这样看啊，加权指数来，观众朋友们，他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守这半年线？大家都想守嘛。我也说过了，这不是头，它只是在这个区间里面而已。那其现在加权指数是不是在在这一条红色线在半年线之上？没错吧？因为头线也都在买，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各类股哈。假设你有水泥的，它这半年线早就破了，年线也破了，它会是主流吗？你手上有水泥，你怎么办？好。 这个已经破了半年线，叫食品类股。你如果食品它半年线也破了，它会是主流吗？这更惨，这叫橡胶类股，年线也破了，季线也破了，半年线也破了，月线周线通通破了，它可能是主流吗？不可能。我就一个个,一个给各位看，纺织股跌，今天跌破年线，它会是主流吗？电机类股今天来到半年线，电机类股所有的线都跌破了。 一系列的深化，它来到了年限，这也不可能是主流。玻璃肋股也是所有均线跌破了。钢铁肋股你看还破线，你手上的钢铁你怎么办？橡胶肋股跌破年限。汽车肋股来到半年线。 唯有二三类电子股让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它在季线、半年线之间，它不是主流，谁是主流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做主流行吗？好，再看一下，营造，它在半年线。你手上如果有运输类股的，一直跟你讲长龙啊、阳明啊、万海的，今天又破线，它是主流吗？光光参与的，之前一直说光光多好的。 那半年线也破了，对不对？你手上有金融的，今天也回撤半年线了。我样，所有类股都给你看完了，你们应该有一个想法，一个觉悟。你今天要守半年线，就是要做主流，主流谁最强就是电子，那电子又以谁最强，就是 AI。这样我答复你应该 OK 了。是，谢谢老师。股票市场上本来就这样，不要自己去创造一个。 我都一个一个族群，我都给你看了，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来支撑大盘的中流砥柱，唯有电子。那电子现在最强的又是 AI，或者是投信有买的股票，那你们为什么不跟着趋势在做呢？观众朋友，我我觉得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？你看一百块以下的广基，我说量价不会同时到顶，量价不会同时到顶，因为它之前的高点是一百零八块。那你如果愿意做广基的。 我问各位，你今天是不是很开心收看我节目？帮我拍拍手，说啊，涂老师每天讲广基，好棒！我对你有交代啊，因、欸、为我要做的就做主流。那你会问我说啊，主流什么时候结束？结束那一天，我一定会告诉各位，那就休息啦。可是你想想看，AI 你用到没有？你也还没用到 AI 啊，所以它不可能马上就结束啊。 那我们是有阶段性的跟你讲，要怎么去看这个 AI 的主流。最早是不是跟你讲技嘉？技嘉是我代表作，应该全市场都知道。九十三块就开始讲。当我知道技嘉它先比较慢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要看什么？看广达，没错吧？这就是一种 sense。我也跟各位讲说，你要特别留意什么？你要留意今天除夕的光马哥。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一个现象？ 投信都蛮喜欢买这些股票，的，但是你看这个借鉴余额还是那么高，代表有人做错方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要放空，他们不不愿意承认说这些股票。你看投信都有买啊，那借鉴余额都那么高啊，对不对？投信有没有买？有啊，那借鉴余额那么高啊，代表大有人做错方向。为什么做错方向？他们认为 AI 不应该涨。 所以，我今天为什么在盘中的时候，我就语重心长的讲，我说：“哎，那时候一点的时候，我说，你若手上没有投信的股票，你手上没有 AI 的股票的话，你又看到加减果跌一百点，你会自己安慰自己，还好这个大盘是跌的，所以，所以呢，你没有买到主流啊，你怎么能说所以呢？你讲不下去的、啊，观众朋友们，真的，你如果说自己操作的不好，我坚信一个原则了。” 谁能带你 AI 族群大反攻？你来找我吧，啊、哦，你来找我。虽然我最近没什么活动啊、哦，但是你来找我啊，该、哦、给各位的优惠我一定会给各位优惠，一定会给各位优惠。那我每天也是不厌其烦告诉各位，你还没加入我 YouTube，请你加入啊、哦，我的节目值得你一看再看。你要不看那广基，我昨天有没有再花时间去讲那基本面？你可以看昨天的重播。 好不好？你可以看昨天重播，那一样。你如果说你手上没有 AI 的，又没有头性的持股，那怎么办？可以，你拉 a 特来私讯我，我帮你换股票，我帮你换股票。我觉得行情就诚如我在礼拜一的规划的，已经补了缺口了，这半年线会有支撑 k d 指标也在低档。问题是在低档这样勾上来要做反弹格局的时候，你该握有什么样的股票？ 我刚刚就是要回答杰夫邦光的朋友问的一些问题。你看到其他类股，有的破底的破底，啊，有的有的甚至年线都跌破了。那大家又期待说，半年线要守住，你怎么可能去拿那些破底的股票来当主流呢？不可能的嘛。所以要认清事实，要让这个大盘能够直稳的往上做一个反弹坡，必须要有电子。那电子股又分两个。 我们又把它分成两两个区块，一个是投信的，那、啊、投信买的不见得都是 AI 的，但是你 AI 一定要有，那这样搭配起来是不是如鱼得水？对不对？观众朋友就是这样看，而且我必须跟各位讲，以台积电来讲的话，它有在守，对不对？今天最后一盘拉上来的，基本而言，它这个半年线它会守。我在今天尾盘的时候我也，我有讲，这台积电会守，你们不用担心啊、哦。那所以观众朋友们。 谁能带你 AI 族群大反攻？你来找我就对，啊，我是最懂 AI 的，我也蛮懂投信的，能够把投信和 AI 结合起来就是我。谁能带你 AI 族群大反攻？你来找我，啊、哦，我们广告时间有服务专线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或者是你利用 l i t e 私讯给我，我会给你最明明明快的，知道有还有哪一些 AI AI 的股票或投信的股票。 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享胜局，也祝各位明天操作顺利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